原标题：消失的14万中国人，藏着一个秘密。作者不那么，今天是5月4号，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，但是却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着100年关乎14万中国人的秘密。01代国出征的14万中国劳工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英法俄结成协约国，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同盟国，在欧洲的土地上相互厮杀，打得你死我活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的战争，这场战争整整持续了4年，15亿人卷入战争，伤亡总数超过3700万，人间仿佛就是一场炼狱。彼时远在东方尚且弱小的中国，看似和这场战争八竿子打不着，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国人却在这场战役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只不过这段历史遭到西方的无情抹杀。